大家请看一下我们的课本是在修抄的卷21的15页。如果是还原传要的话是在这个卷24的485页。那我们现在是讲到我们这还是在第一回合在讲这个缘起圣身，因为整个由这个十个菩萨主要的是文殊师利菩萨对应这个九位菩萨。那第一个最主要是讲缘起圣身，因为缘起圣身最主要的主要问题就是认识世间的这个因缘。如果不认识世间的正视到这个世间因缘就会就很容易入这个谁的众生的生死流转。这是基本的这个缘起圣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我们这边最主要的就是讲到，因为因为这边的主题就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这边是会相违的部分。那会相违的部分最主要是讲那个，我们《华严经》最主要是讲心性从心性一心性而有这个众生的这个生死所以不是那个不以法性中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一如来藏而有众生的这个生死一如来藏众生才得谁的得以这个求是正涅槃这个是为什么这边讲一这个心性，因为这个心性最主要是讲我们的正如佛性不是我这边所说的一心那一心最主要还是掌控在这个真如如来藏的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体性上那我们这个我们这边会相为最主要的就是比较不站在这个法相中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缘起因为讲那个惑业缘惑感缘起业感缘起那我们这个法相中比较立这个阿赖耶识缘起那我们这个最少是讲这个法界缘起真如缘起那我们这个讲到谁的从这边会相为最主要的那我们在这个因为最主要的这个这些的依这个心性它本身就是讲周遍一位只是因为法性本身来讲都是一位一性不变一性就是讲到谁的这个他的这个实际上的一个体性那因为这样子来讲为什么会有这个众生的这个千差万别的这些的世间的种种不同是在事项上在法性上来讲是一位性那为什么在这个法相的部分来讲为什么会成为世间的种种千差万别这是这边的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最少要觉因为觉这个谁的心性。那我们这个讲到谁的这个因为最早的我们引用的比较属于起信论的说法起信论的说法这边在那个华严疏钞的卷21的15页。这是讲这个因为三本楞伽要加上这个起信论，因为这都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那我们这个讲到谁的，我们这边还是以楞伽的说法最主要的是讲这个三，每一个八识都有三相，
八世都有三世啊，八世都有八世哈、啊，分别成三世哈、啊，应该要讲讲哈。所以这边我们在这个哈、啊、那个无名为因哈、啊，生三系哈、啊，这个都是哈、啊、那离不开起信论跟等觉。这个如来藏师算不算因哈、啊？这个是这个如来藏师算不算因？是如来是这个哈、啊，就是我们在起信论里面所说的这个一心。好，能够开展世间跟处世间法，好，好，那我们如来藏是善法的因跟不善法的依持哈，这个是因最早的讲依持建立因，啊，就是讲这个哈，不善是讲众生的生死，啊，善是讲涅槃，啊，涅槃的这个哈正德，啊，都是依如来藏。所以这为什么讲能够心遍照一切去生？去生是讲这个不善，好，好如这个哈那个，好这那个去生哈，就比较偏向于众生的不善。所以就像这个讲啊，就譬如这个谁的聚而变现，啊就去，啊那个离于啊这个我跟我所哈。好，就是讲到谁的，我们这个继而最早的讲这个谁的这个幻师，好，幻师哈，心一心而变化他想要的东西哈，所以这个时候他给就是我们众生这个哈，这个啊这个身心哈，尤其是我们讲这个心造啊，这个谁的一切啊，由心所造。好，这个是为这个《华严经》所说的哈，一切皆是唯心所造。好，所以为什么讲这个寂而哈，啊，这个讲幻师哈，变现诸趣哈，所以离这个我跟我所哈，像诸趣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哈，因为这是讲我们的这个哈众生的这个身心三业的造作，而非这个有一个谁的这个有一个我，啊，就离开这个我，啊，就是这个哈，这个因为离这个哈，就在这个变现出去离我所最主要的是讲正哈，最主要的是讲我们的这个哈。就是我们就像我们每一个众生就像魔术师一样，啊，变现这个哈，啊，这个就是变现这个谁的六道，啊，其实这样变现这些几乎都不是，啊，都我们所说的啊没有那个我，啊，因为这是讲幻化啊，这个哈，啊，我所变现出来的那个六道哈。啊都是随幻，好，所以为什么讲我所，我所是空，啊，这个讲到谁的认识到这样正理，啊，离我跟我所，好，所以这句话就告诉你，好，真正的这个道理哈，因为这句话是在《楞伽经》里面所说的哈，好，如来藏，哈，那个啊，因为不觉彼故哈，因为我们众生哈。没有办法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一直认为哈，有一个我在造作，在起这个碰到事情去生口意的这个三业，哈，在造作这些事情啊，所以有一个我，就我们一直认为有一个我看到境界，啊，是记着，啊，记着有一个我，这是哈。五十二学所熏哈，这时候哈，这个时候就会进入到这个谁的，因为就想我们一直照做，我们起这个三业碰到境界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六，最主要是讲六识，因为第七识不碰外境，所以这个时候哈一直在照做，所以又熏回到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所以五十二学所熏，啊，这个时候所熏的东西叫做。
哦、我们所说的视障哈、哦，这个视障最早的讲哈、哦，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他，因为依我们人学的说法，法性中的说法哈、哦，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如来藏佛性哈、哦，一直都是还都在片缘，随缘不变，他还是有这个如来藏，只是他不显而已。这个时候，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讲事跟，因为按照来讲是讲藏事，有时候讲事藏是阿赖耶识先在前，那藏是讲如来藏，因为如来藏、哦、被遮盖掉，被我们的阿赖耶识的这个生死流转的系统给遮盖掉了。哦、所以有时候讲，因为这个视障哈、哦，对，不管是障视跟视障，就是含有这个谁的，哈、哦，就是阿赖视哈、哦、本身来讲就是带有，因为它不离如来障，因为阿赖视本身来讲，依这个起心论的说法是跟这个哈、哦、不生不灭的如来障合运作，所以为什么这个讲视障哈？哦这个起心论的这个说法跟人且的说法哈、哦，就是阿赖耶识他是相，他不是体，如来藏才是真正的体性体啊。如这个阿赖耶识是相，所以阿赖耶识是比较属于生灭相啊。他如果哈、哦、断掉阿赖耶识这种的那种哈、哦，我们所说的这个无始恶趣的所熏，这个时候就会非常非常平静。就这个所谓如来藏真如的这个我们所说的哈走上修学走上这个真如的这个谁的清净的这个心的这个，所以为什么讲如来藏心的这个运作，就是讲好，这个是为什么讲到我们后面讲到那个曰不以妄合哈，如来藏心哈，就是讲如来藏这个为什么讲这依如来藏而有这种。好，我们所说的我们众生的这个好八识，这个时候因为如来藏现前哈，所以这个心属于无漏心，所以为什么讲真识？真识是讲这个哈，真识是讲为什么讲楞伽的说法？真识是讲无漏八识，好，这个是一直讲真识是讲无漏八识。所以按照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讲到这个时候成为这个，因为这个讲视障最早的讲哈，那个阿赖耶识运行系统，但是它遮盖如来藏，所以这个时候哈生无明定，好，这个时候慢慢因为这是讲生死无明，阿赖耶识躲债出来是属于无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最后他会因为这个阿赖耶识在现前运作的时候，他也因为他会带出这个时候的啊，比如说我们在讲海水一样受到风境界风吹过来，这个时候海水啊会有这个时候的水波，这水波就是讲这个分别世事啊，所以讲了，所以它会让海水哈起这个很大的一个水波哈啊，所以是这个讲如海水，所以为什么用譬喻海水哈浪生长，生这个谁的这个哈生这个哈不断长生不断，是。讲哈那个因为海水长生不断哈，最早是讲那个哈阿赖耶识一直如果你不觉的话，哈一直就是生死流转，啊，所以为什么讲浪一直上涨起来，而横我们所说的横转哈，啊离这个谁的哈离无常哈，如果你能够。好，这个谁的这个离无常生过哈，离我论等哈，这个是讲到谁的这个我们如是的运了解的话哈，一开始就能够哈离开这个谁的哈阿赖耶识的这个系统，
啊，利益我论，因为最主要的是讲你能够这样看，你能够依照这个这句话哈，最主要就是让你认识如来藏，如来藏，好，你认识到原来是众生的这个六识哈，业感缘起哈，最主要的阿含的业感缘起，最主要还是要依在这个如来藏。所以你如果依如来藏的话，你就会哈，你就会离开这个二那个谁的二圣的这个哈执无常、执无常、苦空无我的那个系统，哈，那也可以离开这个谁的哈我们众生的这个我论，因为众生的这个因为这是讲最主要的能够离开哈那个哈那个二圣的哈因为他不认可如来藏，啊，那也可以离开，因为讲生死轮回哈，最主要是离开这个离我论，因为离我论是讲我们凡夫外道还有我执我，啊，所以你如果能够依着这个楞伽的这个说法哈，你就能够哈离开这个谁的，因为最主要是讲离我所，啊。好，那这个讲到谁的？这边有一句话很重要哈，不相舍离云和合。好，所以阿赖是跟哈，因为最讲的阿赖是依这个不生不灭，哈如来藏，然后升起这个生灭，哈有这个生灭，哈这个时候哈名为如来藏，好和合。生灭和合，这个这是在那个好在我们的第九页哈，卷书钞的卷二十一哈，就倒数第二哈，依如来藏有生灭虚受，为不生不灭哈，也生灭和合，所以这讲讲这个和合，因为如来藏因为众生的系统就是阿赖耶识哈一直运作。所以这个讲呢，不想舍离。所以这是讲和合，不想舍离，所谓和合，好，而不是说有一个哈外有一个生灭来跟这个哈跟我们的如来藏合啊，是好，这个很重要哈，因为这个依我们的这个哈那个。好，楞伽的说法是这个所谓不生不灭。好，就是讲变这个阿赖耶识本身的这个哈运作的这个形象，因为阿赖耶识是属于生死相，好，不生不灭是讲性体，我最主要的讲性体。你不依阿赖耶识不依性体的话，没有这个相，好相用，好，所以讲那个。不生不灭是如来藏自是清净心，因为它本身就是不受污染，随缘不够，我们讲到谁的随缘不变，或是讲那个随缘无垢，不是无垢随缘，就是讲一个是讲无垢随缘，随缘无垢，一个是讲凡夫地的真如，一个是讲佛地的真如。所以这讲到谁的这个，啊，这个心所以生灭者哈，是因为无明，啊，最讲的是无明，整个无明就是讲那个，它是一种，哈，啊，那个广用的语词哈，包括我们的烦恼，包括我们身口意行的这些的不善，都是讲无明。所以有时候无明是大一个统称。啊，有时候无明是讲我们的哈烦恼心所的无明心所痴心所，所以所以这个无明哈，真的是非常非常难懂，因为有些是讲一切的不善，一切的这个哈那个杂染，全部都是归属无明，啊，所以这无明有时候是讲总称生死的总称，哈，所以为什么讲这个心所以生灭哈？好，这一讲要讲哈，就是有时候讲到谁的无明，有分为第一个就是讲那个无始无明，好，那有时候讲是一念无明，
哦，那我有时候按照我们的这个大圣哈，因为大圣要解决这个无始无明跟一念无明，所以哈，这个讲到谁的这个无明，所以为什么讲哈，这个无明比较讲的是哈那个大圣的无始无明，因为它是一种法执，对这个，因为我们众生在缘境界的时候。为什么会心妄想生灭？啊，这个就是无明，无始无明。但是这种无始无明哈，不是我们有时候无始无明是我们的这个莫那氏在圆阿赖耶识的见分的时候也是无始无明，也从来就是没有，因为这个开端不知道哪时候开始，因为无始无明就是不知道无明的缘故，不知道。这个谁的阿赖耶识在我们的莫那氏哈，染污莫那在约阿赖耶识的见分，都一直以为我，好，所以此生灭心哈，就是缘从本觉而起哈，所以缘从本觉而起，就是讲到谁的这个，因为本觉就是我们这个哈，其实有时候讲那个能且起圣起性的这个本觉哈。因为他是讲，他这个本觉哈，就是它含有这个性跟相的意思。因为本觉最主要的是讲无漏智在圆真如，无漏智这个时候收为本觉。因为觉最主要是讲，觉最主要是讲心，啊，按照有时候讲心。所以我们为什么讲本觉？因为本觉最主要讲，也是有时候讲出来障心。所以有时候本觉始觉不觉哈？为什么叫不觉？因为不觉众生有清净的佛性，这叫不觉。啊，为什么要本觉？就是对这个根本真如佛性自性清净有所。正觉，啊，因为觉是讲这个哈，那个无漏智的这个谁的明觉，所以这是讲本觉哈，所以讲这个时候是因为本觉是讲那个哈，按照来讲是无漏智哈，般若正智的时候，在亲证这个谁的哈根本真如，啊，所以叫做本觉，所以这为什么讲生灭心是从。好，这个谁的本？因为本觉而起，因为就是众生不知道本觉，所以为什么讲生灭心从本觉而起？所以而有二一，就是讲到这个心哈，最主要是众生是无明妄心啊。如果是那个哈，那个如果是你了解本觉的话，开始哈，你了解本觉的这个时候哈。好，就是这个是从那个，这个是我们所说的慢慢的这个谁的，好，就是讲这个慢慢的去向始觉，正道始觉，始觉就是为什么叫始，而不是真如这个时候开始，因为正真如无漏智般若正智在正真如的时候。我们的世间的凡夫，这个时候才知道，所以叫做始觉，啊，这个是这个它的名称是这样子哈，所以就讲到谁，而有二义，就是从众生的心来讲，是讲生灭妄心啊，从这个啊由知道本觉哈这个部分来讲，就会慢慢的开展这个谁的。我们这个讲到谁的这个哈觉性啊，因为最主要是发取这个觉性，好，为什么这个讲到这个无漏智的开展，所以一个是有漏的，一个是无漏的，为什么而有二义，就是讲到这个一体哈心哈，因为无明所谓无明妄心。啊，因为啊心啊，在这个哈智者，在这个谁的修学道的
见照见道的时候，见真如的这个当下，收为觉。啊，为什么讲这个觉？啊，所以就是讲一体二，因为因缘的缘故哈、啊，才会有二名两个意识。好、啊，就讲到谁的这个水相风相不相舍离哈、啊，这个是讲那个大如大海水因波不动哈、啊，因为就是讲那个。好，就我们上一周有解释哈，因为整个形容一个大，就以大海水来解释啊，大海水哈，水，因为有时候讲哈，就是我们说大海水，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到哈，有关于海水的这个哈名，它相关的一个名称，第一个是海水的，它的这个性质就是湿性啊，就是海水的是湿性。好，另外是还有水啊，它有这个好相，好水波的相啊。另外讲到这个谁的，因为讲那个好平静的水，好为什么讲水跟水波？好啊，那还有这个谁的湿性，所以就讲到海水这个哈，它整个啊一直在运作。所以当中会有一些因缘，所以他就讲水相啊，大海水的水相，大海的水相是有风，所以它会有呈现水波。好、啊，这个水波的相就是讲，它不是讲海水、啊、因为海水按照而讲、啊、比较讲的比较譬喻的是海水的这个谁的平静，水的平静。啊、因为水感受到平静，那另外是水表示柔软，好、啊，所以又是讲那个水讲柔软啊。另外就讲水不要忘了它湿性，好、啊，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些相关的啊。提到水一定要注意到它的这个、啊、相关的一个、啊、有水所发水相关的这个哈、啊、那个一些水的哈、啊、名称哈。啊所以阴风波动哈，所以这个时候会有这个所谓的我们所说的七转势哈，所谓的水波，所以呢又有因为水波最主要讲哈，呈现说由风吹过来的风向，而这两个水波跟风向都是不相舍离啊，所以为什么讲这个不相舍离？好，那我们这个讲到谁的？这个是在这个，好、哦、在华严经的那个哈疏钞的21页，21卷哈18页。你想此心所以生灭者，因无明生。此生灭心缘从，应该是要讲到缘从哈，就我们说的本觉而起，因为是讲到如来藏，因为他依如来藏。好，那我们是讲到谁的这个哈，故有恶意哈，所以下节如大海水，因风波动。我们看一下前面哈，因为这我们再补充一下哈，因为这个周字蛮重要的，因为就讲到那个在我们的这个。在卷21的16页哈，因为真妄合合，好，这个讲哈，那个月熏真如，月熏真相哈，月熏真相是讲那个起心论的这个谁的
就我们所说的如来受熏的意思。真如受熏。因为他最早的因为依如来藏，因为如来藏是体，阿赖耶为相，所以他不同于我们的这个，也不是说完全不同啊，你了解就相同。为什么、我们起信论这么说、法相中的阿赖耶、是这么说、所以这是讲到月熏真相、因为真相最早的讲如来藏。这边的真相都是讲那个八支真性，这位真相。所以这个真相最早是讲这个谁的如来藏、因为我们八识、如来藏是依这个、不生不灭性体，所以就是讲那个藏识变身，这个如来藏就开始起来。所以是讲业哈，业是我们的这个谁的这个，因为业是讲那个众生的分别事事，因为业最主要讲那个动转，八是名业，因为业是讲动，风动的这个时候。让啊气转分别事事起来，也会讲动。那讲那个河业和水，就这个时候这个水象哈、因为讲大海水，风境界风吹过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分别事事的这个波浪，就是讲这个这个为这个讲到那个分别事事哈，河水就是这个时候。因为讲风和风浪风向啊，让这个水向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会让七转式的这个水波浪起来。所以，但呢，但水灭而成灾哈、这个故业亡而真存哈、水灭而成灾就是讲。水因为水是讲平静，所以这个时候看到的是大波浪，而不看到，而没有看到，一般来讲是水的概念已经离开了，所以为什么讲承载的这个承是讲我们的七转式，大波浪，因为讲这个承，所以这是讲到谁的。故业亡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这个七转世这个部分来讲，是业亡的部分来讲是讲风，如果风不吹的话，就慢慢的水平静，这个七转世的水波这个波就就讲到慢慢的不现，如果这不现的话，是真存的部分来讲，这个时候让大海水平静。所以讲为什么讲真相，所以这为什么讲自真相灭哈，讲为什么讲这个我看一下，因为有时候会打错了哈，在我们在书抄的十四页的倒数第二行哈，这如是哈，转世藏是真相哈，这个最早这个应该要把那个哈，应该要把这，因为最早讲这个这个是讲那个我们去能切的这个神。而且的话有分每个事有三项，然后又有讲这个八个事哈，有分别成三事啊，它有真事，还有这个谁的这个现事，还有分别事事啊，真事是讲这个刚才所说的，因为八个事哈，因为八事分成三类别哈。那真实是讲无垢的、无漏的这个八识，
好，那分别是是讲有漏的七转世，现世是讲有漏的第八阿赖耶识，因为它可以显现。好，所以这讲到谁的这个这个这个自真相哈，实不可灭。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讲到那个转世藏世真相哈，若异者哈，这个藏世会异，若不异哈，这转世灭哈，藏世异因灭。这个是讲三个，因为这个讲到转世是七转世啊，藏世是讲这个谁的这个哈，现世。然后真相是讲，按照我讲是转世比较讲的是这个，有时候转世比较讲的是这个转，我们所说的三相的转向，好，那藏世最早的讲这个哈，按照比较讲的是现世，那有时候转世是讲分别世事，啊，真相来讲比较讲的是这个哈。这个按照我讲，比较讲如来藏，所以这个是他们互相的运作。所以若以所以他不能离开，所以如果离开的话，哈，所以藏为什么讲藏是非因？因为是讲到那个，啊，这个藏人，所以离，因为是讲到我们从这个谁的哈转世，好，从这个谁的阿赖耶这个谁的哈现世来开始就是从这两相，因为众生的生死流转，好，慢慢消去之后，慢慢的真相现出来。所以为什么讲到谁的，如果他们都彼此没有关系的话，哈。那藏世慧因就是变成说，这个虽然这个谁阿赖耶识在运作，也根本干扰不了，跟这个如来藏没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不异哈，如果不异的话，就是变成说阿赖耶现世，哈，等于跟这个转世跟这个真相没有什么差别，就两个三个同一。啊，这三个同一的话，变成转世灭哈。如果是转世灭，因为我们最早的起信论或是能觉经，都是要让转世灭。啊，让转世灭之后，让阿赖耶的这个系统不再起来，不再进行运作，不让阿赖耶的生死流转。所以为什么讲转世灭，这个藏世异灭？所以藏世就是讲阿赖耶这个系统。好，灭，但是讲这个自真相，就是如来藏的这个哈，这个系统，啊，是不可灭，啊，所以为什么这个这样说？好，所以是故非自真相灭，哈，所以这讲真相是讲如来藏，那如来藏是讲八识的真性，所以为什么讲这个不是这个如来藏灭？是业相灭，业相灭是讲七转世的动转，所以就是讲到那个，所以这边最早讲哈，水遇阿赖，水遇如来藏，啊，波遇七世，所以这个讲哈，因为有七世，因为有波浪。所以这个时候变成说有波，因为动就是讲七转是在动，因为它受到境界风吹，哈，一吹，这个时候这个哈海水就变成这个谁的有波浪，这个动的这个海水，哈，这个那就讲成为藏世，哈，这个时候叫，因为它们合，这个是藏世讲带有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哈如来藏，如来藏。就是讲阿赖是显现，如来藏隐被隐掉，所以哈这个时候哈是波相灭，
不过像面是讲七转是哈夜王，啊，这个讲那个转世灭，啊，转世灭的时候，这个时候波相灭，波相灭是讲这个在风吹过来的这个哈，啊，这个大波浪整个灭掉之后，他的湿性不坏，湿性不坏是水的本性，因为水在水本身就是有这个湿性，不管在好，比如说我们水哈，这个这大家要去了解一下哈，湿性不坏。这个最早讲这个这水这你看看这个水，它把它煮开之后，啊，我们这个水开始哈啊加上这个热，火的热，然后这个火的热哈，虽然它加热之后，这个水还是能够把其他的东西烫湿变湿，它湿性不坏。你不能说那个水开始加热之后湿性跑掉了，好，所以讲加火啊。如果说这个水拿到冰箱变成这个谁的哦，我们的冰块。是这个冰块还是可以把这个衣服变湿，所以不管它正好成为这个水变成这个我们坚固，因为为什么讲哦，我们所说的哈，这个四大片，这很大的一个学问哈，大家去问一下，因为这很重要。所以我们为什么讲那些的水在水变成冰块，这个时候它有这个地。这个为什么讲？啊，这个地不能讲它的地性哈，讲是坚固为地啊，地是坚固性，它有坚固，所以这个时候它还是维持，它还是有水的湿性，所以水在哈，比如说这个哈，因为讲火，然后再加上地啊。然后加上风把这个谁的我们说大台风，啊，把我们这个谁的带有，啊，非常大的这个谁的水量，啊，这个水还是可以把我们的地面，啊，把它弄湿。所以这个讲不管我们的这个水，啊，在哪边的湿性绝对跑不掉。所以为什么讲这个真性真相永远不坏，啊，所以这个湿性寓意哈，我们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因为它不会改变，它不会受到这个任何的时间地点而改变，啊，这个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湿性有时候讲如来藏的自性清净性，它本质清净性的性，所以哈，这个是哈。那我们这个最早的让大家能够了解这个，好，所以为什么讲大海水哈，这个湿性很强调的是它的本性性体。好，那就刚才讲过了哈。所以这个，这大家看一下哈，因为最主要的前面有讲过哈，动是风向，好，所以动就是我们外境，因为外，我们还是有外，就是我们说境界风，啊，因为它吹过来，啊，这个哈，湿是水象。有时候哈，那个在十八页里面哈，啊，湿是水，有些是讲那个，也就是讲湿，有时候讲水的体性，或是有时候讲湿是水象，一个是讲那个湿为什么讲水象哈，因为是讲到谁的，因为。风有风向，
这个哈啊，颇有水颇有颇像，啊，因为水最早讲啊，大海水最早讲都是它本身就是讲它本身的水象，好、啊，那讲雨水举，就讲那个大海水举，就是整个，因为整个大海水，哈、啊，它举体就是这个时候，因为整个风吹过来，大海水。这个举体而动，啊，所以讲举体动。这时候哈，啊，这个就是讲我们的大海水，它本身是平静的，因为有风，境界风吹过来，所以使得这个大海水变成有波浪啊。这个波浪是讲，因为水是讲哈，因为它本身来讲，水是讲平静，好、啊，极灭。就像啊，譬喻是讲这个如来藏啊，所以是讲水的相貌平静。有时候讲它是湿性啊，那这个时候风一吹过来，这个时候会有这个哈大波浪。这大波浪就讲这个时候大海水就不平静了，所以这个有波浪。这个这样子就这个时候水的这个水的平静就已经消失了。所以这个时候，叫做这个大海水有这个时候叫做，有波浪的这个有这个大波浪，哈、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阿赖耶是运作系统，所以名为阿赖耶。所以水不离风向，因为有风才会有大波浪。所以讲哈、哦，所以无动而非思故哈、哦，无动而非思故就是。大海水受到境界风，整个成为大波浪。这个大波浪不离湿性，不是不离湿相，水性水相。啊，这个讲为什么讲无动而非湿？因为动是讲这个水动波浪，所以这个时候虽然这个，因为这个时候它。这个时候风吹过来，是展现这个大波浪，所以这个大波浪动，波动，所以这个没有离，从来没有离开水的湿相。有时候讲水的湿性，啊，水本身的性体，好、啊，所以心也是哈、啊，这个是我们从因为是用这个哈、啊、用大海水哈。啊来譬喻，这是讲我们的心也是哈，不生不灭心，具体动哈。这个心比较倾向于这个谁的如来藏的这个哈，这个真心，好，所以具体而动，因为也是讲我们的众生的这个这个真如佛性。因为不了解，所以这个时候，哈、啊，受到我们众生来到世间，所以这个时候，那个我们所说的，它开始随缘不变，随着我们众生在这个哈、啊、在生在这个世间，开始一它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是讲具体动。不是他不，他是随着我们这些的世间这些身心在动，啊，所以心不离生灭相，这个心是不生不灭心，这个如来藏哈，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第一个他没有离开这个谁的，啊，不离生灭相是讲这个哈，我们所说的这个哈。我们身心的这个造作，好、啊，这讲生灭相，啊，生灭相啊，无非真哈、啊，生灭相无非真是讲到谁因这个谁的不生不灭心永远没有离开过，所以这个从这个来讲，啊，按照是讲到这的，这是禅宗所说的哈、啊，为什么无明是佛性的意思哈、啊？啊，这个是因为从
从这个不生不灭心来看，所以讲生灭之相无非真。依这个如来藏，哈、哦，这个体来，因为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性体，哈、哦，依这个如来藏的性体而说，哈、哦，一个是体，一个是相，所以依体来讲，他是哈、哦、来讲是为什么讲无非真，啊、哦，依体来说没有一个不。不是我们所说的，啊，因为一体而说它真，啊，啊，生灭不离心相哈，因为讲这个心是生灭，就是我们众生的这个哈，这个前六是身心的这些的造作，它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心相。这个心相是讲，应该讲这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哈。这个如来藏心的这个心相，所以这个讲这样来讲是和合啊。从这个为什么讲和？这个和合哈，一直讲说不是有一个外来的东西说和合，是哈、啊，是他在这个哈、啊、我们众生的心哈、啊，他依如来藏，好、啊，因为不知。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众生的这个身口意啊，造作这个善不善业，好、啊，是讲如是名为和合。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讲不生灭心，以生灭和合，就是讲随缘门，就是随着阿赖耶的这个哈、啊、这样子的因缘，生死的因缘在运作，叫随缘门。就是讲生灭门的意思哈，啊啊，如果是说哈，那个非是生灭与不生灭合哈，以此不是相本真如门哈，一直讲到那个，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有一个。阿赖耶有一个实有的阿赖耶哈，跟这个如来藏真正的合，而是这个合是阿赖耶的生灭哈，不离开这个如来藏，所以这个叫做依如来藏，而说为合，所以这讲到谁的这样讲啊，因为讲生灭不离心相啊。这样来讲，不是像本真如门，就是它不是，因为它是不是像本真如门，它是依阿赖耶的生灭本在运作，所以哈，既然是阿赖耶的生灭门在运作，它怎么可能是真如来藏的这真如门在运作？所以以此不是像本真如门。非一非一哈，真如全体动故哈，那个，心与生灭非一哈，而恒不变真性哈，故与生灭不一。因为非一非一是讲那个，这在大家请看一下，还是不离开这句哈。在我们的这个这句真的是蛮重要，因为就是这句在那个华严疏钞的卷21的这个第九页的倒数第二行，心生灭云哈，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有生灭心，好，所以大家很重要，要就是起信论的这个说法哈。所以这样子，为什么叫做依如来藏有生灭心？心生灭者是阿赖耶的系统哈，就是他依，因为要依如来藏才会有生灭的这样子的相。所以哈，针对这个依如来藏有生灭心哈，因为生灭心是如
阿赖耶识哈、啊、会运作去转识，所以就是讲、所谓这个哈、啊、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啊这个意思。然后因为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这样来讲是非异非异，啊名阿赖耶。所以就是讲那个为什么讲非异非异，因为非异非异离不开真如。因为真如它具体而动，就大海水具体而动。这个时候动了之后哈、啊，所以我这个所谓作为非我们讲非一，因为它会让我们的这个哈、啊，动故哈、啊，心与生灭非一，因为站在真如的这个系统来讲，哈、啊、这个。不生不灭心哈、啊，跟这个生灭没有不一样，没有离开过的意思，叫非异。啊，从真如的角度来讲，啊，那另外讲哈、啊，那个而恒不生不变真性哈、啊，和不变真性是讲我们的如来藏，他从来没有变过他的真性。啊，这个时候，从这个这样子来讲，这个，而以这个生灭不一哈，因为生灭是阿赖是这个生灭，他如来藏就是如来藏，他不是阿赖耶。你讲为什么讲不生不灭与生灭，你不能说他同一个，因为不一是遮同一的意思。这个是讲。那个如来藏全体动哈，因为讲风吹过来，这个时候阿赖耶具体而动，所以具体而动，这个时候我们的大波浪就起来了。所以这个由这样子来讲哈，因为心与生灭，它没有离开过，非异。啊，从这个恒不变真性哈。从这个如来藏本身的这个性体来讲，啊，它从来没有变过，所以它跟这个阿赖耶的这个谁的这个波浪的所形成的波浪，哈、啊，不同。因为什么讲非一非异？那此月三系以为生灭哈、啊，这个是那个。三系这个按照来讲，有时候讲那个这个起信论的三系，最主要是讲阿赖耶，因为阿赖耶好起三系，这个起三系是讲在起信论讲就是讲转向动向真相，啊、哦，最主要讲这个。因为阿赖耶的那起信论的三系啊，就讲三相，就讲比较显胜说阿赖耶，所以是讲那个阿赖耶哈、啊，这个第八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按照来讲哈、啊，那个阿赖耶哈、啊，因为第八蕴含动静哈、啊。这个第八有时候讲，有时候就是这个第八也含动静，有时候要区分第八到底讲那个，因为第八的这个名，第八世的名称哈、哦，它是通名，它到底是讲佛位的无垢世，还是哈、哦，还是讲这个众生的阿赖耶世哈、哦，这个都要非常清楚，或是讲八九十地的一熟世。这个要看一下这个起信论，因为起信论的这个阿赖耶识哈、哦、是不离开我们如来藏啊，那如来藏是讲心静啊，阿赖耶识是讲动，因为一直都是讲那个哈，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哈、啊、起信论的这个谁的啊，不是能切的这个谁的真事哈。啊、都是讲无垢无垢事，
他都不理我们的如来藏。啊，这是我们讲，我们为什么讲他含动静？那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哈，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各位菩萨大家好哈，我们再来讲这个楞伽经哈，这个趋势转法为生灭哈。以如来藏尽法为不生灭哈，此二合合为阿赖耶识。这个要去查一下哈，因为楞伽经有三个版本，到底是因为有些有些讲那个，就是我们这个讲那个刚才这个菩萨的这个第九页哈，卷二十一的这个第九页的倒数第二行。依如来藏有生灭心，谁不生不灭，以生灭合合，好，非一非一名阿赖耶。好，这个句话就会解释，如来藏本身是不生不灭哈，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讲到谁的以生灭合合，这个生灭最早讲，有些讲七转世是生灭。好，这个有时候，所以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解释？因为他最早讲这个生灭合合的定义哈，最早讲七转世的生灭啊，非一非一，因为阿赖耶的这个就是要讲大海水哈，讲如来藏，他受风吹了这个时候，整个哈大海水变成有波浪。是从进到翻滚的这个谁不进啊？不进收为阿赖耶，进收为如来藏。所以这个阿赖耶这个时候，他会带有这个生灭的啊，这个讲到谁的这个波浪是气转世。哎呦，有些人为什么讲？有时候讲那个气转世是生灭。这要去看到底是菩提流支的版本还是那个。四卷楞伽哈，还有这个八卷楞伽，还有十卷楞伽哈，一般都是比较一般都是依四卷的楞伽，为什么要依四卷的楞伽？为什么依四卷楞伽？因为我们的达摩，达摩的关系哈。所以为什么四卷的楞伽比较盛行啊？所以合合故非一非一啊，这是讲初显说哈。因为从相来讲，因为讲那个从这个谁的哈，那个七世转法为生灭。合合哈，以此二合合就是讲七转世跟如来藏合。啊，有些是版本是不生不灭，哈，这个是讲如来藏，啊，这个讲生灭是讲阿赖耶。所以他们非一非一，这种解释也不错哈，因为它也是一种很好的这个解释哈。因为生灭到时候趋势这个波浪哈，到时候会消失，所以讲它因为生灭。那在抄的解释哈，那个如来藏名哈，如来藏名初评语讲就是讲那个我们在这个那个如来，
是主庙延平那边，而且最早讲那个，最早是普贤菩萨哈，他入这个一个定，他这个一如来藏这个名称，啊，就从那边有解释。好，那我们就讲那个不生不灭等等哈，性改始终哈，性改始终是讲如来藏他体性，从这个，因为他有大海水出，然后受到风吹成为大海水浪，所以这个哈、哦，所以我们所说的从初开始就是他我们说不变。这为什么讲性改始终，体非其境哈？所以这个如来藏它不生不灭哈，它体没有所谓的哈生起，也没有所谓因为灭掉这个七转世，灭掉阿赖耶，啊，它就变成灭尽。所以起它不是起，就是它不是因缘和合而生起来的。他也不是因为七转世被灭了，无明被灭，这些染污被灭，他被消灭，也尽是讲消灭。所以为什么讲体片迷雾？为什么我们法相中也是这么讲哈？真如是迷雾一，啊，这个是为什么讲真如是迷雾一？所以这为什么他施舍如来藏？因为知识如来藏有哈，所以我们讲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哈。啊，空如来藏最主要的，所谓空如来藏是空我法二之取的空哈。因为空去这些，真正的如来藏才会起来显现。你讲染污，我们这个如来藏它被污。烦恼无始无灭遮盖，如果你这些不清的话，它没办法现。那第一步的显现就是见到位，啊，见到位就是要把分别我法二执去掉，没有这些不正见。为什么讲见到位是见真如的离体？所以他好，因为见到离体之后，他才知道原来世间是空幻。好，世间是幻化，所以这是为什么？所以是为什么就讲那个？好，他这个讲所谓正见，正见离体。所以为什么如来藏他是从众生的迷一直到好见到位，然后一直开展到菩萨的实地成佛，因为成佛这个时候如来藏，这个时候为如来法身。哦，所以我们所说的信片迷，就众生的生死迷妄想妄，还有这个我们见到位的这个圣人的这个正悟，哈，哦，正真，哈，哦，啊，它本身来讲，我们所说的非解非啊非解非我们所有我们讲因为讲如来藏哈，它非解非惑，因为只讲如来藏非解非惑，就是不是因为他悟而开始存在，那非因为讲正悟是解。不是因为悟，这个如来藏性哈，性体啊开始生出来，也这个众生的虽然迷，可是哈，他永远自性清净，所以这个讲他不是啊，他不受到这些烦恼的这个谁的我们所说干扰，所以为什么讲这性非解，就讲。按照来讲，这个都是神乐哈，应该讲性非解非惑。所以这个讲为什么如来藏是不生不灭？因为它不是因缘，它自体不是因为因缘
自找身体，自找而生。他也不是因为好那个烦恼灭尽，好他才会。你就讲不生不灭，就是他不是有为，他不是因为因缘本质非因缘所生起，他也不是因为断掉烦恼他就被灭掉了，因为众生好虽然是烦恼一直现起，可是如来藏他恒在，所以是讲不生不灭，所以是讲若不觉知哈，也不知道如来藏话能力生死不断，啊，所以为什么讲这跟这个《生曼经》所说的一样哈，我们法相中也是，你如果不知这个谁的这个，我们法相中比较站在不知片句所知。因为法相中比较站在这个谁的觉知片句所知，这个时候你如果能够去掉片句所知，又能够这个时候让我们这个时候证真哈，让没有这个片句所知，这个时候又不沾着这个谁依他起，所以因为是讲法相中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依他起哈，没有片句所知。好，这个时候，好，我们所说的没有恶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圆成实性显现出来。这圆成实性都是显现，不是生。好，所以我们不觉知，就是这边最小的是想站在法性的立场哈。好，就讲那不觉知，因为这个不觉知，按照来讲，依我们的这个法相中的讲是讲不知实相哈，就是所知障的问题。所以你如果不知道这个这个应该要知一切法的实相，而你不知。所以我就讲无始无明带出生死不断，所以就是讲众生的生啊，这个灭的部分来讲就是始觉哈，这个始觉就是按照这个起信论的说法是这个应该讲众生有不觉到这个谁的按照而讲是正觉，就是从众生所谓不觉嘛。那我们这个讲到谁的这个，因为不觉还有我们所说的刚才所说的一个觉哈，本觉，刚才讲本觉，因为什么讲那个，就有讲第一个是不觉众生不觉，第二个是应该要本觉，因为本觉是无漏事能够见真如实相叫做本觉。因为你见到这个修学者见到无漏智见到这个谁的真如印真的这个明和真如的时候，这个叫始觉，这个意思始觉按照是起信论的这个始觉的概念不是我们华严经的始觉，华严经的始觉我们第一节讲。在我们的出品里面叫始成正觉，所以不同始成在华严经的始觉是始成正觉的意思所以始觉
能够灭生死，因为是死觉为什么能够灭生死？因为他觉正真，正真如出离世间离体，所以这个时候他相信一定可以灭众生的生死，啊，是信解，由正而能够信解，未来绝对能够灭生死，啊，所以讲为什么灭，因为灭，灭是灭生死哈。这都是很重要的哈。那另外的是讲到那个，因为就讲那个，我们在唯识学里面也有讲哈，有两个句颂哈。这个有两个句颂是依照，到底依原文不同，还是依我们的翻译师的？因为翻译师的这个翻译文法不同，这个就是要去了解到底原文梵文不同，还是因为梵文的这个借哈借有是讲音译性译，你借很多意思，因为借有是讲那个性的意思。有一讲因的意思，有一讲种族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因为翻译站在角度不同啊？如果啊，所以为什么讲如果是站在我们唯识比较翻译成无始时来借，啊，这个是我们唯识为什么讲翻成无始时来借，因为它着重在阿赖耶的系统。因为戒是讲因种子，所以按照这个，既然讲种子，一定含讲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是一切法的所依，因为阿赖耶有时候讲第八识，因为第八识哈，我们最小有时候讲第八识，因为第八识里面有含藏我们有漏的种子跟无漏的种子，所以为什么讲一切法所依？啊，因为有我们众生因缘，是因为一天到晚造作这些不善业，起这些妄想颠倒，所以哈，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啊有漏的这个谁的这个哈啊染污心、妄想心一直现行，所以无有漏的种子一现行，有漏的种子现行之后，啊，它会带出这个谁阿赖耶的这个有漏的这个色的种子会起来，成为我们三界的这个六道生、六道的一手果报。所以为什么讲阿赖耶里面有含藏名色的种子？啊，有漏无漏都有。所以我们唯识佛学比较讲的是阿赖耶这个，啊，含有本有的种子跟实起的种子，好，为什么这边哈，因为一直要讲本有种子跟实起种子啊，实起种子是哈比较讲的是我们众生一直在熏习的实起，因为有开熏习的实起啊，本有比较讲的，比如说我们为什么阿赖我们在造作，我们身口意造作，然后因为又不是修学很好。他又不能成为欲界天，也没有修禅定，所以他不能成为色界天，啊，也不是做很多的坏事，所以他成为人间。啊，人间的这个有关于人的这个色法的种子跟心的种子是现行，所以是讲因缘的功能。第八是这个，他会好，啊，会这个时候他会他的这个人的这个。色种子跟心有漏的人的相关的心，它会慢慢带出来。所以为什么讲我们这个第八识很不可思议？为什么你造作之后会成为什么畜生道？我们的第八识里面的畜生道的这个种子生色种。还有这个心种都会带出来，
啊，所以为什么？所以为什么讲这个一切法的所依？所以一切法的所依比较讲的是我们所说的依他起，啊，依他起，依他起有漏跟无漏。所以这个时候有始有出去哈，所以为什么我们六道会现起来？然后如果你不往六道的话，就慢慢的走向修学的道路。所以为什么这个所谓的乌来乌始来界，慢慢的一直熏习？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熏习闻所成慧？为什么要听闻佛法？这都是有道理的哈。因为这个这样子熏习，慢慢的无漏法种子，它慢慢的把我们的清净种带出来。哦，这个是你带出来之后，才会能够我们所说的，让我们的我们修学这个六度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般若，就慢慢让我们的烦恼、慢慢的污垢、慢慢的消解掉。哦，这是我们所说的涅槃，这个自性清净涅槃，不是我们所说的如来藏，慢慢的现起来。为什么讲涅槃正德？啊，这是啊，这是法相宗他的翻译是这样版本哈。那另外是讲那个，这种版本是法性宗的版本，他的翻译，因为就是我们一直讲到一句梵文，因为梵文的这个这个戒哈，按照来讲，有它相种种意思。啊，我们有些人站在法性的立场就翻成性，站在法相中的立场就翻为戒。啊，这是我们的一翻译，他所学的这个哈佛法的系统不同，所以翻译出来的啊，有非常。哦，我们所说有蛮大的词哈，不同哈。好，那所以他是比较着重在法相中，所以无始来就是不晓得哪时候，因为就是不知道，因为无始无明哈，最主要就是因为不知道它开始，所以初寂无故，因为初寂是时间概念，有一个初。哦，有一个最，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事情有开始有结束，所以这讲到无始就不知道开始，所以不知道这个初开始的时间，所以为什么讲初寂无故才叫做无始？为什么讲无始无明？因为你知道，你一知道无始无明开始，就知道啊，你看到它开始，啊，只有佛看到它开始。哦，为什么要讲啊？这个哈，那个，因为你有看到他开始，就知道怎么去断处理他。你不没看到他开始，就不晓得他从哪时候开始，就无始无明。所以他这个讲这个戒是讲因义，因是讲种子的意思，因为是佛学的因，全部都是讲种子。所以是讲那个哈，这个是四因种。四因种就是我们所说阿赖耶识里面哈，它又为什么叫做种子识？它的种子识就是种子有色法、种根、心种、名色。我们的这个十二因缘有讲啊，是缘名色。为什么名色会起来？因为就是讲阿赖这个四假第八识哈，含藏这些名色种，所以要慢慢，因为在胎儿哈，慢慢的这个名色开始变化，开始成长，所以名色种之后，开始为什么讲六入？这个我们所说的六根成熟，这都是有它的道理哈。啊，成熟之后，为什么有？我们所说的这个触，因为你一成，六根一成熟，它就是
啊，你六根成熟就会带有六识，六识起来的话，跟境接触，有触就有受，有受就有爱取，啊，这是为什么他的这个十二支是这样讲啊？那么就讲到这个哈、啊，一切法啊，此为杂染，因为这讲到谁的？是按照来讲是讲阿赖耶识。比较讲生死的杂有漏的杂染，因为我们讲那个都是讲阿赖是种子事，好、啊，所以他比较着重在这个有漏的种子，非是心经，因为阿赖是比较，因为阿赖是名称就是执着的意思，染污的意思。所以按照来讲，它比较带有有漏的名色种，好，所以这个时候遇到这个因缘，啊，它就现有漏，所以不是走向清净，啊，比一切法的所依哈，因为讲这个讲好，就是讲是因种是讲跟种子是的意思哈。哦、是一切法的所依，一切法的所依是一切法是有漏，有漏名色种、哦、所以就讲能我们的阿赖是有能够仁慈、哦、因为阿赖是念念生灭，所以他能够一直、哦、仁慈，这不管是就是他能够从过去这一生一直延续到这一生，然后又能够延续到未来生的意思。为什么？所以为什么讲生死流转的根本是阿赖耶识？仁，好、哦、仁慈故，非是因性义哈、哦，非是因性义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好、哦，不是我们的法性中的这个这个。这个这意思说不是法性中借解释是一性的意思，它是哎非是性义才对，非因性义哈，其实它不是那种，因为因是讲法相中的因是讲这个种子啊，借哈有时候讲这个是讲。他的这个讲是指讲信，无始时来信，所以哈是讲，所以能依跟所依性各异故哈。能依是讲那个一切法有漏的这个种子，啊，所依是讲这个，哈那个，因为这是讲。就是讲所依是我，所依是是阿赖耶识哈，能依是讲那个阿赖耶识含藏的这个种子，叫能依。所以心各异故，心为什么各异故？因为能依的这个种子有善不善无记，啊，这个所依的阿赖耶识是无记性，好、哦、无复无记性。所以为什么讲性各异故？非是因性的部分来讲，比较不讲的阿赖识的这个好无记性的那个。有时候按照来讲，有时候讲那个，有时候按因为如果是应该要这样讲哈，因为他是。一切法的所依哈，比较讲是仁，他持阿赖耶识，我们说持持他的这个，因为阿赖耶识有持，有阿赖耶识有时候讲执身事，执持我们色身，还有执持种子，好、啊，这个讲那个仁持，好、啊，他不是解释
这个阿赖是跟种子的这个谁的信，我们所三信的那种信义。啊，那洛布尔哈，借生于了哈，无假一言哈。因为讲到那个借生哈，就是讲那个我们的这个六，我们讲那个烟色色香味这个生，因为我们一发生出来，它一定会消失吧，对不对？叫谢生于了，无假一言。无假一言就是讲到，因为我们声音最主要讲，因为它是一种声音带有声波，啊，我们众生是因为在发音的这个时候，一声就是我们在一口腔的这个声音，哈，来，哈，来，明眼失色。因为这个讲那个声音跟第八识哈，因为到底因为按照这个我们唯识佛学有讲声音哦，因为声音是发生出来，到底阿赖是支持不支持他的问题，因为他离身离开身体，所以到底阿赖是支不支持他的意思，有些是讲支持。有时讲不支持，有两派。好，那宝信论是翻译是无始时来信哈，这两句很重要哈，因为都是讲这个哈，我都是讲这个如来一个法性中是一如来藏啊，我们阿赖耶哈。是一啊，他为什么一阿赖也可以这样说哈，因为一这个句首，我们的法性中最小无始时来性，就诸法一止哈，看起来好像有点一样哈，啊一性有诸道哈，所以为什么讲一性有诸道，而不是说这个不是上面的由此就由此有诸去哈。因为有始有诸去也是讲的，在法相中的讲是讲阿赖耶。啊，我们这个法性中是依如来藏才会有这个生死的六道，所以依如来藏才会有这个证得这个涅槃果。所以为什么讲这个法性中？因为就是因为信。他翻译成信，好，所以无始来信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来藏一直从来不生不灭，常住不灭，他没有变化变动过。这个讲诸佛如来一如来藏，好，这是我们在《声闻经》也这么讲。宝信论也是这么讲，还有佛信论也是这么讲，无始时如来一如来藏。好，因为是讲那个如来藏哈，他是比较站在凡圣的立场来说，因为如来被烦恼所遮盖，然后如来哈又本身这个藏是讲胎藏。它含藏一些如来的无尽的功德。按照有时候讲，因为这个如来藏这个部分来讲，有时候就会让人家认为哈，他好像有犯我的思想，他可生，他能生，所以变成他具有哈如来藏具有一下具无为，一下又具有为，对不对？这个是。犯那个哈，犯我的思想就是他又可以无为自己运作，他又会带出这个有为生灭，所以如来藏有时候会变成哈、哦，就会有这种的哈、哦。如果你不正知的话，就会变成说他是犯我思想，他太相近了，哈、哦，因为你所以他是讲
诸佛如来藏，依如来藏，所以诸众生无始本具，不可得。这是圣曼经也有讲过，所以有时候圣曼经到底是法相法性中还是法相中，有时候有如果依这个依这种讲如来藏，它比较属于，因为它比较偏重在法性的立场，因为用如来藏代表是真如佛性本因佛性那个体系。但是我们真正的真如它没有什么含藏不含藏的问题，因为讲这个真如它讲离体离缘性无空性真如的系统是这么讲，它没有什么藏不藏的问题。那么就是讲如来藏，它就是讲那个因为它就是要从这个如来藏因为悟得如来藏，这时候让如来就是讲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因为他为什么要用这个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因为这个时候你能够你。空如来藏之后，这个时候会带，这个时候因为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是如来藏，它分作两个意识。它不是有两个如来藏，它是在某一个角度叫做空如来藏，在某一个角度来讲不空如来藏。好，你讲依如来藏，诸众生无始本具不可得知。因为讲因为如来藏。所以他一直我们所运作，所以众生的生死也不知道哪时候开始的意思。你无始本具不可得，因为就是讲没有什么所谓的原初，就像我们印度教的这个谁的这个创造主有一个开始造作就像基督教一样，开始上帝耶和华创造我们天地，又创造我们什么亚当夏娃做我们的初始人。因为按照我们佛教是不立这个信，这个是讲那个无始来信，就是我们所说《圣曼经》里面讲如来说如来藏，这一讲这个信是讲如来藏不生不灭性，因为它就是讲信体。依我们的法性中的角度，就因为有信体才会有相用，所以它相不离开信体。好，那个，那我们这个讲如来藏，它带有这个五个藏，因为从如来藏开始就如来藏的面相。好，这讲法界藏、出世间法身藏，还有出世间上上藏，还有这个自性清净法身藏。如来自性清净如来藏。这个在我们的这个。佛性论的有讲过。这个按照来讲，因为它是从如来藏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角度，如来藏在哪一个角度叫做法界藏，在哪一个角度叫做这个出世间法身藏，在哪一个角度叫做出世间上上藏。好，不是有五个藏。好，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在一天的运作有时候上班叫做公司的这个人员有时候在家里有时候做身为丈夫或者是身为小孩子的父亲母亲有那么多名号，都是讲那个人在不同的因缘际会时间地点我们所说的碰到的人所施设的名称不同
那我们是讲到那个哈，那个如来藏者哈，是法界藏。这法界藏，按照我们参考那个佛性论好了，因为这边没有解释哈。就复习一下，按照有时讲那个，这个在佛性论解释的还不错哈，这个真的要参考一下。因为他有讲他的这个因，还有自性，还有果地的名称，就不外是不会讲这个哈。戒法戒的那个戒哈，比较讲的是我们的这个三藏十二部那个部分，因为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佛陀为什么要说佛法哈？最主要就是证这个如来藏，好，所以我们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我们所听的这个佛法，都是从佛的法界等流而来的佛法，所以呢，这个法界藏最主要是讲我们三藏十二部。他哈为什么要说法，就是要证如来藏。他的法界是比较是讲这个，因为从佛法是法界等流那个系统来讲。啊，这个出世间法身藏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按照比较左，这个下次再来解释好了哈，因为好，这个是。就比较讲了我们这个佛法的这个部分，好，按这个自性清净如来藏是讲他的自性，啊，这个讲自性清净法身藏是讲这个如来位阶，因为他是法身，好，那会讲出世间上藏藏哈，是出世间法身藏。因为一个是着重在那个我下次再找好了，对吧，那么那就讲就诸法的依止哈，因为讲我们的这个如来藏，所以《声闻经》也是讲如来藏是生死一，还有我们众生的这个生死的，因为相续，还有词是讲相续，然后我们这些，我们这众生的这个谁人事物一定要依如来藏，因为它如大地一样，可以建立，因为它从来它没有灭，我们众生的这个阿赖耶识。还有这些七转世都会灭，生生灭灭。啊，你没有一个依止的话，它怎么运作？好，所以为什么讲到谁的这个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好，所以它是如来藏是住持。为什么讲到这个如来藏如同于灭地？
它是常住，是住持。哦，这个是让我们的这个涅槃可以建立，因为建立有涅，好，这个话我们所这样修学之后，慢慢的文思修才会有这个可以慢慢的累积，好，这讲建立，这个时候让我们的涅槃有慢慢开始一直有这个资粮有累积，慢慢的成就大波涅槃。啊，涅槃果。所以讲一性有诸道，就是我们众生因为不知不觉，所以才会有这个生死妄想，因为生死生口意的这个生心不善业的这些造有漏业的造作，流落到这个啊转流落的，就是啊转生到这个三界六道。好，所以讲这个诸道。知道的时候讲的，如果啊，因为讲有漏，啊，有漏的善转向天人，就讲转向这个善道啊，身口意的造作不善业转向恶道，啊，三恶道。这知道是讲那个六道。所以是讲到那个《僧伽经》有讲，因如来藏有生死，因如来藏有涅槃哈。那我们今天先报告到这边哈，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